你来吗？我来吧。你来，是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贾斯汀同学。加油！哦哦哟！嘞！拖鞋在哪儿？看不见，看不见哦。这很有可能第一名哎。我相信哥哥们一定会有更强的。这么谦虚，哥哥队。好的，接下来大哥哥队要出场的选手是四爷吴奇隆，做个有味道的男人。哇！哇！哇！真的要出界了，这回这也太远了。嗯，笑的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好，知道了。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贾斯汀同学，对于。四爷秒破你的记录，你怎么看？嗯，果然我刚刚说的是对的，果然哥哥们还是有比我们更强的人，我们还得向哥哥们好好学习学习。非常正面，非常正面，我们要向你学习。你在那个记录被破的一瞬间，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？说实话不太好。你有什么话想跟龙哥讲吗？龙哥就是我以后学习的目标，我要争取学习，像成为他这样子有味道的男人。